今天我们来到莫干山的裸心堡，这里应该是当地酒店业的天花板。趁着冬季做活动，我们以极低的价格来体验一下这家获奖无数的奢华酒店。这边就是酒店的大堂，落地玻璃可以看到外面莫干山成片的竹林。办理完入住，我们就直接搭乘酒店的接驳车前往城堡。这里又被称之为炮台楼，是1910年由苏格兰传教士所建造的。这里位于整个度假区的最高点。那我们现在就搭电梯上去看看城堡里面长什么样子。裸心堡的地下是一个酒吧，晚上可以过来喝酒。然后这层是一个咖啡厅，在上面一层是中餐厅。三楼的这边是一个中餐厅。这边呢就是西餐厅，在西餐厅的旁边就有一个露天的游泳池，这是一个恒温泳池，一年四季都可以游泳。裸心堡这边平均的房价每晚需要3、4千块钱，那夏季是旺季。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季节是冬季，属于是淡季，特别的便宜，1000多块钱一晚。这是我们入住的房间。这边是有一个洗手间，干湿分离的厕所和冲凉房。然后这边是标间。两张单人床，这边是书桌，这里有一个台阶下来，
这边有个很宽的休息区，坐在这里可以看的外面的森林。今天外面是雨夹雪，啥也看不见，但是这里有一个浴缸，因为外面什么也看不见，我们在这里泡浴缸也没人看见。就一盏茶的功夫，天气就变了，雪越下越大。看天气预报，明天会有暴雪。问了酒店的工作人员，他们也证实明天可能会封山，所以我们赶在封山之前就离开裸心堡，下次再来啦。前方 1.6 公里内有多个违法拍照，请按交规行驶。前方经过连续弯道。Thank you.